世界之大，真是无奇不有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经常会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有些事情简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。近日在某社交平台上，有一名女子突然爆红，现月入百万，网友纷纷要求想看她和孩子的合照。具体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据了解，这名女子是在某社交平台上开直播，粉丝也已经达到了几百万，靠着几百万粉丝每个月的收入都可以达到上百万。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她如此火呢？从图片上来看，这名女子应该只有八九岁，年纪还达不到开直播的要求吧，实际上她已经38岁了，活脱脱的一个天山童姥的样子，岁月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丝毫的痕迹。许多网友看过她的直播后还是觉得匪夷所思啊，因为只要听她说话就能听出她的年纪大约在30多岁，可是外貌却只有八九岁，让人觉得非常矛盾。并且她外貌甜美，是个名副其实的萝莉呀，因此聚拢了一大批的忠实粉丝。随后有网友纷纷留言，希望能够看到这位主播能发一张她和孩子的合影，想看看到底谁才是孩子，谁是母亲。对于这样一位妖孽般的存在，大家有什么看法吗？欢迎评论里吐槽交流。网络如有请联系删除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